比较全面，比较稳健。嗯。作为广东队来说呢，这一场球赢了就赢了，整场比赛就赢了，输了就2-2，还有第五场。但是刘诗雯对的是老大姐王楠啊，对，那也不好赢的，应该是。希望比赛是精彩的啊。对，比赛开始了，王楠接发球以后抢攻出界了。在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负呢，对于双方的最后的最终的排名呢都不会产生影响。辽宁鞍钢呢肯定是获得今年乒超联赛的女团的亚军，而广东队呢也是能够稳稳的获得第三名。在前面呢我们也介绍了，在今年的这整个这个比赛里面呢，广东队呢应当说发挥的还是不错的，教练员运动员自己都是感觉到这个赛季呢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只是希望这个广东队呢能够很好的总结，再进一步加强训练，特别是刚才赵指导所说的这个在女双的方面呢，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加强，那么在争取在明年的这个赛季里面打出更好的成绩。王楠这一场单打，我看前面几分球都打得挺好。嗯。1-3，刘诗雯也思考了一下，发一个短球反手。刘诗雯的反手啊，起板很快。对，他反手，他刚好打到王楠的正手去了。所以这个球王楠也不好对付。2-3。就相对起来的，王楠的球就比刘诗雯要稳一点，对，刘诗雯就凶一点。另外从左右来说呢，王楠照顾的面呢更宽一些。对啊，刘诗雯呢就有的时候呢，他如果要是在速度跟不上的情况之下呢，更容易暴露出这个比较多的空档。对，4-2。像这种近台球呢，王楠打起来就比较顺手。对啊，就刚过贴网的球，刘诗雯呢就有的时候往上趴的话呢，恐怕就受点限制。对，就得打过渡球。对，5-2。3-5。这球是真的，王楠是反身回这个球，没想到球落在台子上。王楠刘诗雯没有了，对，王楠自己没想到，刘诗雯呢也没想到，这是反身呢就回头望月了，连看的也不看了，连头望月。没想到这个球会过来，对，所以他没准备打这个球。3-6。现在换发球6-4。一个急球，好，刘诗雯的反手啊，是不怕这种急球的。他也有准备，刘诗雯也有准备。对。你过来我就加力。对。所以这个难度就大了，过去的球。小臂和腕子，他力量还是挺重的。对。接发球出界。5-7。看来。王楠虽然的发球没什么特点，但刘诗雯吃的还不少。哎，滚网以后落下来，运气球啊，第二个运气。嗯，啊，刚才那个高球也是运气球。对对对，5-8。啊，这球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这个。
这个短球正手短球、嗯、啊，王楠刚才打得很漂亮，对啊，你说刘诗雯就打这个球就打得没那么漂亮，吃亏吃亏。9-5，王楠今天包括前面的双打啊，主动失误还是偏多。对，也不是王楠的发挥也不是特别好。对对，不是他的最好状态。对，9-6。好球。好的，这个接发球质量就非常高了。对。他不单只能够接过去，而且还有质量。嗯。7-9，还是很果断啊！啊，刘诗雯这个球就搏得很好。对，那个这个球有点搏的意思。嗯嗯。8-9。打得还是很果断，追成了9-9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，7-9，这个换发球落后2分，啊，连追了2分，9-9。哎呀，搓得太用力了。啊，9-9的时候就吃这个饭。嗯。10-9，王楠领先。又吃一个，改变接发球也是出界了，11-9。我刚才都说了，这个刘诗雯接王楠，起上。第一局比赛，王楠是11-9获胜。第二局比赛，王楠首先发球。好的，接发球反手攻一个斜线，很果断，这个球接的。对，这球呢攻到是王楠的正手位，如果没速度的话没什么作用。对，嗯，0-1，两个接发球，一个正手一个反手，都主动抢攻。对，2-0。那王老师你没发现，9-9的两个接发球他失误。对对对啊，0-0开始的两个接发球他就拿到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心理很重要。嗯，擦网。哎呦，实际上他发这个球不转，王楠给回了球也不转，那你再发力这样往上拉的话，对，就出界了。2-1。又擦网，有的时候4-5个连续擦网也有啊，这个发球很逗。嗯，王楠又是抹了一把，但是刘诗雯呢正手准备得很充分。对，1-3，王楠发球。哎呀，接发球质量还不错，第二盘没有跟上。2-3。啊，吃转了啊，又吃一个。这个下旋王楠发得很转。对，3-3。
好的，这回头打得漂亮，直线稍微有点擦边。这个刘诗雯反应很快的，嗯，这实际上身材已经不够了，对，但是手臂没有变形，对，嗯，4-3，又一个擦网。还是擦网。刘诗雯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哎，怎么这么多擦网球？他那个弧线压得太低了啊，那个弧线高也怕对方打。就是说他这个发球要求质量很高啊。对，干脆发一个急球。王楠这个球呢接过来质量不高，刘诗雯果断的起板，3-5。前面的过程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最后的关键分呢一定要能够咬得住。对，好球，好球，中路的长抽，这个王楠打球出界了。这一分球啊，应当说双方打得都很漂亮。来看这个中路，这不好发力啊，拼命往上提，结果就提到外面去了。对，因为刘诗雯拉王楠的反手。嗯，7-3，哦，接发球抢攻，就知道你还是发急球，对，就有应对的办法了。对，因为你老发擦网球啊，刘诗雯也会想，我再发的话，可能不擦网了，就不过网了啊，所以干脆发急球。啊，这分球他有准备。嗯，7-4。哎，这球没有压住。别松，对不上点，对，还是得抢在前面。如果要打相持球的话呢，王楠相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5-7，这个很转啊，搓得非常转，哎，这个搓过就很转，哎，加了力，手腕一抖啊，他的动作都靠手腕多一点。嗯，5-8，顶住，哎呀，出界了。第二局虽然刘诗雯一直都领先，但是领先也不多，嗯，对，就一两分一两分的领先，所以到了这个尾段了，哎，看能不能够挺得住了。对，8-6，再拿一分呢，可能局面会更好一些。嗯，中路球今天王楠丢了不少啊。哎，就像您说的，王楠的无畏数不多。嗯，9-6。啊，拉得很坚决，这个球根本就不用考虑啊，也判断得很好，就按照基本动作这样甩过去就行了。这个百炼成钢啊，对，他判断得很清楚，首先这个球。好的，还是中路球，你看这球打丢了，还是中路球。对，这已经有点勉强了，这个拍子没有变过来，因为速度太快啊，王楠也来不及侧身。对，7-10。哎呦，这球角度太大了。这个球也搓得不错，其实，嗯，其实刘诗雯搓得也挺转的。嗯。啊，但是王楠他有准备了，他加了一点力量。对，10-8。又一个擦网，啊，好了，打到10-9，这一局的胜负就比较难说了。
对，这个球刘诗雯打得有点急。嗯，教练要求暂停，广东队的教练要求暂停。跳嚟，你依分一人一半啫嘛，佢跳过嚟都冇数噶。你依分等佢一分得噶嘛，而家我就想你发尾分，发尾唔对，发落反手，反手反偏反手中间度，唔好发到呢个位置啊！你睇我发反型啊，发到夹位呢度，佢反手跳你，你就一分向中间拉落去，连续拉几分，你就对你又搏杀，对方又搏杀啫嘛。第二个咧，你要劈长，劈长咧，你要连嗰只得噶啦，你连并住佢连嗰只，你劈长连嗰只，能够挑起咗最好，跳得起又回一分点，或者劈长咗佢连嗰只，你一定要连得佢两只得噶啦，明唔明啊？虽然这个教练用这个暂停用的早了一点，但是呢应当说这也是非常关键，因为第一局呢刘诗雯输掉了，对，他希望把这一局能够赢回来。嗯，关键的一分又是一个擦网，老擦网呢这个也会在心里面形成负担，换个位置 那个给对方也是一种负担了啊，我准备接你老擦网。哎呀，这球这个接得相当好，对，十平，所以说你打到10-9了，这个胜负就难说了。对，嗯，这个球王楠接得相当好，你看，切下去，这个球软绵绵的，没有前冲的力量，啊、对，10-10。啊，实际上这个是机会球，对对对对。有点变形啊！你刘诗雯也没想到这个球过来那么高、啊。对，刘诗雯的反手不是这样打的啊，他应该侧身拉就、嗯、就可以。对，太高了也不行，太高了刘诗雯又不好发力了啊。他没准备从上往下，对，10-11，考虑好这个发球，现在还是回到他习惯的发球位。哎呀，又是一个机会。这个心里面有点活动多了，对，啊，10-12，不够果断，对。对，刘诗雯又失了第二局，丢了第二局，王楠2-0领先。其实这一局球也不应该丢的，对，前面一直领先嘛。王楠2-0领先，现在第三局比赛，刘诗雯发球，刘诗雯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之下，最后输掉了，刚才又打丢了一个机会球，就刚才那第二局赢不下来呀、啊，嗯，这信心就多少都会受了一点影响，对。1-1，老王老师，你也没发现呢，就是前面的时候啊，那个刘诗雯的球打得相当漂亮，嗯，啊，到关键球就打得没那么爽了，对对对对，对。所以刘诗雯毕竟年轻啊，哎、参加大赛的机会、哎、这个经验问题，对。把前面的处理球啊都处理得很好，对。所以这次呢，这个孔令辉教练也有意的安排刘诗雯参加这个中国公开赛啊，让他在这种世界级的大赛里面多锻炼锻炼。对，这第三局就很难说了。嗯，2-0，发球得了一分。这个刘诗雯的状态需要再提升一点，这个信心啊和这个比赛的状态，对，信心要加强，现在好像被压住了，对，啊，有点被压住了。我看他今晚这场球啊、嗯，啊，并不是在技术上输，嗯，心理就是心理上，嗯。有的时候不敢赢啊。对，另外可能有一个因素，就是说在这场比赛胜负对于团体来说呢，
已经无关紧要。对。但是呢，比赛个人单打的这个成绩，进行最后年全年的总的这个排位还是有关系的。对。啊，现在呢，除了这个女单的第一，是比较明确和确定以外，其他二三四呢都还不是特别确定。对。你还特别对于林诗雯这样的年轻运动员来说啊，嗯，你能赢那个对手啊，对手是有名的，嗯，啊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刚才这一分球呢，刘诗雯呢是球打到了这个衣服上，所以算连击了。对，丢掉这一分，哎，又是一个机会球打丢了，这是信心了，输了第二局，这个信心多少受点影响。嗯。那么广东队在大分2-1领先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要是刘诗雯这一场比赛输掉的话，那么就变成了二平。那么最后这个决胜盘的这个比赛啊，广东队就应当说难度很大啊，下风一对，难度很大，因为这个辽宁队出场的将是郭跃。擦网。现在王楠很注意发球的这个质量，比较发过去的球呢比较贴网，好球，这个打得很坚决，这个方式。那他到9平和10平有这样的球就能赢，对，他打不出这样的球来，所以从心理上来说要提升一下，打得稍微有点压抑，对，6-5。失误增多，5-7。哎呀，拖球也是对，信心一下来，这个状态就跟着下来了。对。软啊，打得软呐、啊！刘诗雯要拼才行啊，嗯，要把信心要提上来。你没有信心，你对着世界冠军，你怎么打？对，9-5。哎，这球滚网以后过来了，换发球。虽然落后3分，但是你现在这个信心打上来以后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。对对，给的太高了，10-6。下网，11-6，王楠又胜了第三局，这样王楠3-0胜了刘诗雯，双方打成了2平。这个刘诗雯还是，就像您说的，这信心不太足。实际上，第二局的最后关键2分，9-7领先。